朋友早安，今天是2022年10月23日星期日，今天与好朋友分享快乐清洁队员。前几天以前汽车公司的同事问荣翔还在环保局吗，常常看到我上传景点相片，以为已经退休了。在扫路班让荣翔体会到没有压力的工作，还有扫地的成就感，以及享受大自然。今日事可以今日毕，所以没有压力。清除满地的树叶或垃圾，使得道路变干净，所以有成就感。与环境亲密的接触，练就不怕风雨冷热的变化。Susan 和荣翔都很喜欢到处玩，也很喜欢与好朋友分享，当然就常常看到我们上传的影片及相片咯。为了让好朋友看看荣翔工作的日常，提供几则说时摄影的短片。喜欢荣翔分享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每天早上准时7点就会收到影片的通知。至于影片连结上传脸书及 LINE 的时间比较晚，是因为荣翔完成上午的工作，回到家才上传。最后祝好朋友心想事成，平安健康，拜拜。